最近都是學校多咯，係啦。咁嚟緊呢兩個月多啲工作嘅，係。之前就 midterm， 所以要準一準備考試。會覺得好似今年啲講者咧，工作量好似冇以往咁多咁。我覺得還好啦，對我嚟講係好事嚟嘅，因為可以 balance 翻，係啦。咁冇慢慢做啦。現在未來有什麼新的工作安排？因為很少見。新的工作安排，我想台慶，對，然後有些 charity 的東西多一點。